各位看到我这个外出的服装呢，就知道我今天又要出门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要去台南，我们要先前往台南。其实正式的行程不是在今天开始，是在明天开始。只是我想说，提前一天下去哦，隔天就是也不用麻烦别人这样子，所以呢，特地安排这个计划，先住一晚。隔天呢，准备开始我们这部影片的主题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有一位非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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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屌的一个人物，好不好？他也是一位 YouTuber。至于是谁，现在先不说，等我先打理好自己哦，这个休息一下哦，明天哦你们就知道是谁了。那我们出发吧。现在我们已经到了这个台南，我们现在已经到台南了，好不好？天气果然跟台北差很多啊，台北有够冷的，哦，台南就很像一个自然的冷气这样子，蛮舒服的。住我们今天的饭店，然后，哦，就是住个舒适一点的这样子，再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房间啊。现在时间是12:50哦，今天我们要就是一起出去的人呢，哦，就是哦英雄啦，啊 ，Hello， 哎，我今天这英雄啊，特地就是哦，因为之前我跟他讲说，就是因为有什么活动之类的话可以邀请我的，然后就没想到，过没多久他就邀请我这个去，今天要去武岭。哦，做一些哦比较疯狂一点的事情啊！你们知道，英雄的他的探险系列是非常受到这个观众青睐的一个节目，要跟英雄去武岭，好不好？今天我们要住在上面，我们大概开了2-3小时吧，差不多2-3小时的车程，然后现在一路前往这个武岭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晚一点武岭见。我跟英雄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武岭最上面，然后我们还带了笔电上来打电动，打电动啊！我们在武岭上面打电动的。对，绝对没有人在武岭上面打过电动。好，我要穿衣服，看这温度真的不行，现在上大概12度左右而已。哦。我们现在在武岭的最主峰。就是最高的地方，就是我跟英雄。然后我们今天要在这边过夜，再加上在这边打电动，就是在这个位置。屋里的这個桌子的部分就是我们的书桌了。今天要在这边过一晚，绝对没有人过过。我们的知名 YouTuber 英雄是想帮人家拍照。YouTuber 被抓去拍照。就是来当摄影师。在上面待了一段时间哦，应该1-2小时有。现在已经渐渐的开始飘雨了，好不好？所以等一下不知道计划怎么走，好不好？等一下就看英雄老大怎么安排。真的很冷，现在气温已经下降到8度，刚刚是12度，现在8度，已经有点渐渐手脚已经渐渐有点控制不住。备战中，我们现在把游戏安装完，然后等下安装完以后再上去上面打电动，蛮特别的体验哦。会狂哎，一堆，现在是有一些异样的眼光。我这边在已经开启无视状态，而且我忘记带滑鼠垫，我就直接在这个木头上，有点傻眼。20分钟投降，在武岭上面打喽。好尴尬，很尴尬，快点！今天这应该尴尬大挑战，对，我觉得整个尴尬变方，而且我的滑鼠不受控制。OK， come on， let's go， 打中阶电脑，中阶电脑。
电脑 OK 吧？哦，介于我们在这个海拔太高的地方，排不到玩家哦，所以真的找不到玩家，找不到玩家，随便打个电脑，打电脑意思意思就好了，意思意思就好，没办法，找不到玩家。我冷到没办法按排气。我今天根本在搞笑，哎、欸，我冷到没办法，你在吃冰的嘞，我还在这边，我冷到哎。欸跳出师兄外了，完了完了，跳出师兄外，我要被长安退货，我问你，看我了，看我了，我掉，哎、欸，我要死了，我要死了，手杀了，你是你被手杀，被手杀，你电脑都打不赢，还想打玩家，已经开始两分钟了，对，你怎么还在收集画面呢、啊？开机两分钟。各位就要提醒，这不是西门之神，我要强调一下，五岭的魔咒，这是我电脑冻住啊，因为硬体都不会运转的。你的固态硬体真的变固态硬体，我投了，有投了，哇，玩得很开心，有投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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怎么中间这台这么不给力的？有投有投有投，哦耶！刚才这一次的，哇，没电了，这哇。哇！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哇！啊，就到这边了。好，各位观众，我们就到这边。可是我没充电。终于结束了我们的五零打撸一日。事实证明，那个效能太高了，所以就是运转的时候很耗大电。这也太难打了吧？这什么游戏啊？好了，我们要撤了。我们现在撤了，打完了，完成了，完成了，胜利了。今晚我们还有一夜呢，胜利。接下来才是硬仗，对，接下来才是硬仗。在五零待一晚。这根本不算什么，重点是我现在连关机都有困难，这才是。对啊，好，有玩到就好了，好不好？有玩到就好了。没玩到，我在按到那个加入的按键。这样挑战也算成功了，挑战算成功了。起码在五岭这边。撤退。撤退。各位就这样子啊，这挑战算成功了。哇，事实证明，在这五度的环境下，开全效能还是可以的。哇，连关机都关不了，只要插电，没电一下就没电了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现在吃完饭了。好，我现在回去山顶上面面对现实了，好不好？没错。耶、yeah, ，现在这边温度还可以接受，等下上去就不知道了。我们刚刚吃完饭，好，出来走走，运动，散步，好不好？现在放松完身心以后呢？我们现在要回去山上面对我们的现实，今天就好不好？就是决定要在山上过一晚，就是在山上过一晚了。好，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了，上面见，还要搭帐篷。等一下，所谓三秒搭帐篷是，人家一强调我就有点害怕了。这帐篷很贵的吗？这个很便宜啊，1000多吧，这不会超过3000块吧？这也是五零哦，这也不是别的地方啊。没有，刚吃饱了。对，我们刚吃饱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哈哈哈！靠嘞，这个有点像。这帐篷不是闹着玩的嘞。我觉得可以啦。这风再大一点，它应该会整个凹过去。还好我们两个重量是压制得住啊。可以。哦，这是我第一次，我很久没有睡这帐篷，第一次在五岭上面睡。可是，欸、其实这帐篷防风还不错，还可以。这里面的环境看一下，蛮简陋的啊，但是算舒适啊。我们还偷鞋子哎、欸。对啊，哎、欸，哇，当自己家。我跟你讲，要不是今天打气筒忘记带，你今天就享受了。哦，有床垫，但床垫是那种。可以在游泳池上飘的，对，就是那种，那种真的很爽、啊，哎、欸，那个很舒服啊，真的很舒服。好，那我们等一下应该是睡得着啊，应该是不会被冷醒吧？好，我们等一下如果睡有什么异状的话，再向各位报告一下。我们大概休息一下，今天刚刚散步了一下，有点累，好，那我们休息啊。预想之内的事情发生了，好不好？就是好了，下雨了啦，噼里啪啦的啦，我们家要漏水。现在我们比较担心的是，我们等一下睡觉的地方会不会渗水而已。啊，英雄，你应该没有在这个用这个帐篷在水的地方睡过。没有，我没有，我不敢保证、啊。哇，这是第一次的
实际测验哦，看一下这帐篷到底耐不耐水。好，那等一下看有没有渗水，好，再跟各位观众报告一下。哎呀，我们刚刚临时想到一件事，哎，刚刚还很开心在那边拍片呢。对啊，不会的。我们我的鞋子放在外面。哎，那我拉链在哪里啊？看我们，等一下我们鞋子养金鱼。啊，等一下不对，真的不对，这个很惨哦。我觉得已经来不及了。看一下惨况。啊，死掉了！真的假的？没救了！真的真的真的，里面已经死啊，这个哇，怎么刚没想到嘞、欸？怎么办？我是没擦，我带拖鞋了。我休息休息休息，算了啦，淋了就给他淋了。